明天就是我公公的生日了，我和老公准备给老爸一份惊喜。老公，你准备给爸爸买什么生日礼物啊？想好了，准备给老爸两份礼物。两份礼物啊？是什么礼物啊？这个先不告诉你，等明天我送生日就晓得了。你不要管问我了，你准备给老爸说什么？还搞些这么神秘？我也给老爸准备了两份礼物，既然你不想让我晓得，那我们就分了行了。我先去给爸爸订个蛋糕，你去买你的礼物。要得了，等下都来集合嘞。就到生日门口吧。好。你好，帮我订个生日蛋糕。好，你好，好，这里可以先数一下款式。我想订那种可以抽钱的。抽钱蛋糕好，一般我们抽钱蛋糕大概要订一个十号的，十号的话方便我们把抽钱的盒子放进来。就订这种的吧。好，这一款好，可以。是明天要对吧？对。好，明天要，我看一下。请问那个抽钱蛋糕你是抽多少钱？啊，办1000块钱。好，谢谢，马上我先帮你记录一下。老板，我是一袋有没有少啊？没得钱，哦，哪个袋子让我称点的？要得。4块1，那4块钱。啊，谢谢谢谢。不要。啊，对了。微信收款4元。哎，老板，拿几块手对不对？拿10块老多了。好几块？1块。1块了。微信收款4元。哦，谢谢啊。哎，那个蛋糕买好不嘞？买好了，你礼物买好了吧？买好了。哎，那明天我们喊哥哥嫂子一起跟爸爸奶奶来了吧？要了的。走，那我们回去。